啊，一整片绿色。这几年油马温泉发展的好好，就这两三年来，也有缆车了，然后也有温泉街这样子。那走完自由行推荐，警察先生，嗯，我好吧。有空吗？你可以快一点，三个人快一点。哈哈，就这么慢？哎，你不要快哥呀！远古时代武士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受伤了？他们就下来套。哦。哎。进去了，他爽快啊！好久没有宴席料理，好值得庆祝的一。真的耶！我们这一团买香买到，应该叫做是进香团。我起来挂香哎，真的。买香对白，大家对我就定了吼。你聊他传到哪处？哦，这个买到。是我们品。哦，是我们品。这是这样子啊。快点！哎，坐缆车了。好，来，导游是这里嘛？坐缆车啊，可爱的小缆车啊。六甲山呢？哎，先拍一张照啊！耶！哇，全部都是绿色的，这边就可以赏枫叶。而且它的枫叶，我们刚好稍微看了照照片，对不对？不同红色的去组成的，对，它是这样一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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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这边也会下雪吗？会，哇，一整片绿色。这几年油马温泉发展的好好，就这两三年来。也有缆车，然后也有温泉街这样子。缆车人家刚查了，1972年就有了，我们出生比我还老，出生之前就都有。真的假的？我是跟他说，可能这二三十年荒废，就这两个月前才开的。我觉得你们两个跟我也没有差到哪啊，我突然有灵感呢。我的芯片呢？AV 的芯片，缆车痴汉，缆车痴汉美可以啊！这个玻璃啊，把它改成就是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，然后外面看不进来这样子嘛，对。好棒！哦呦喂！哦，哎，这个很像我们去纽西兰高空弹跳哎，有没有？嗯，吊着绳索这样啊，从这边山谷，然后晃到那边，好可怕！我记得那时候胖达。对啊，怀念他哦。对啊，胖达也有跳，那个时候他都不能跟我们一起参与闹着玩，有可惜的。真的是，他说很想他。我记得浩子问他说：“你怎么敢跳下去？”他说：“我其实不敢跳，但我更没有勇气说我不敢这样。”你看，你来这里，这里 view。哦，真刺激，真刺激，哦，真好呢。啊。哦，すごい。现在是我的小鸟视角。缆车痴汉，哦，キモ，就キモチ，キモチ，就。那就像那看点生物，哇，好安静哦。对啊，对，要害着吼。哎，去到顶头往下看，生物井应该就是遐。哎，生物台。啊，你看，生物台。没有啦，大阪塔，大阪的啦。你有做到吗？哦，龙师傅。好棒哦，这么小就可以来日本玩。啊，日本的历史的地方。哎，你看，来了，来到这个所谓的六甲山了。对，去来吃吼。哇，有价值啦。真的哦，好期待这一片，好期待。电杆呢？啊，水杆呢？发电啊，本来就有了。哎，那个龙师傅，你差点跌倒了，跌倒了。而且刚刚讲好，我们要转这边。你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哎，来看一下这个新地标。甲山的地标六甲之锤。进来就有感受到。在森林里面走路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哎，树干哎，你看这就是树干，大树干啊。
各位，你上来不是只看风景，你要记得这边超好拍照的，因为它这整个都有造型，所以你这样随便摆一个 pose， 哇塞，就可以跟风景媲美了。而且记得来这边要穿的这种饱和色系的衣服，很好拍，很好拍。记得要带那个超广角、超广角的，好镜头，漂亮。啊，你要 Q 大家看照片啊！哦，对，我刚刚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但其实你没有 IG， 你也没有 Facebook， 你跟人家拍什么网美照啊？为我的生命每一时刻做片段的记录。我会说这种狗屁道道的话，狗屁道道的话，大家点头如捣蒜。Time won't stop, so gonna get on the ride, twisting and turning through life, no matter how rough. 我可以在这边待很久，就坐在这边，然后静静的吹着山岚，然后观赏，用对吹着山岚，然后用上帝的视角看这整片的城市，这样子。哎，什么压抑，烦恼都没了。真的应该要上，要一定要要要要。在六甲山，我们算第一次这样子坐着看风景，这也是这几年才发展成这样子的规模。因为以前那下面是他厨房哦，没有这么多厨具哎。我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座山嘛。对油。油马真的是误会太深，应该说我们两个对油马的误会。我们上次好像没有住油马的饭店，上次我们只有在一个街大那个大马路旁边一间小旅馆。小旅馆，对啦，所以选对旅馆好重要。不是，是选对团。这倒是真的。讲到重点，选对团你就大段快读，大段快读好难，到最快读，我们成语都不好学啊。要吃吃下午茶，喝喝这个红茶，哎，喝不喝？啊，他们这边哦，听说，也可以看夜景，发展到连夜景都有，这么夸张？真的，从早发展到晚呢。听说用心，听说我们来那个时候，那个夜景啊，只是小渔村啊。对，人家每次会很醉，他很久，很久。日本的甜点从来都不会让人家失望。闹着玩，自由行推荐。警察先生，那我现在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抓错人了，你自由了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。哇，他吹这个喇叭好像是号角响起一样，天使，各式各样的音乐，真的，你要像这种陶瓷的或玻璃的或者是木做的，通通都有，可以大家慢慢挑选。而且最重要，想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音乐，量身定做的，自己做音乐盒，哎，只要40分钟，他就可以现场帮你量身打造。哇，好酷哦！我手吧。现在来到六甲山的天览台啦，现在叫天览台，他们用展览台呢，瞭望台。好，这个名字由来就是当初天皇本人，真的来过这个地方，站在你们现在站在的位置，在欣赏这片美景。哦，天皇来看过就对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顾名思义就叫做是天览台啦。哦，这边高度没有那么高啦，所以跟下面的那些建筑物感觉比较近一点，感觉比较亲切一些啊，好不好？感觉真的就可以看到神户塔。这次是真的可以看到，是真的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公布一下我们的字路有什么样的方法。纳米字路，纳米字路要怎么纳？对对对，就是我们会收起来，然后会把酒倒一点出来，然后就把它滴在上面这样子，放在下面啊，讲一讲。哇，看到这夜景，突然想到我鞋带有点松掉，把它放过去。纳米字路，大家在台湾的时候呢，在网路上面就可以买到外国人的这个 pass 啊，对对，那这个非常的方便啊。那么如果忘记买了，到关西机场你还是可以买得到。
就很多地方可以买得到。那买这个做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你从神户市区要上来，一定得搭一个巴士到缆车站，那搭个缆车，那到了缆车站之后呢，又要得往上走，还是有山上的巴士可以坐，那拿这个 pass 呢都可以坐。冬天的时候可以来滑雪，有折扣，有折扣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自由行呢，拿这种外国人旅行限定的这个 pass 呢，是非常方便的。没有错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各大厂商？我们的翔董就很完美的演绎得出什么叫做硬质路。缆车的班次可以查询一下啊。哎，这个六甲山哦，其实可以坐缆车。我还以为我来香港太平山呢，或者是马来西亚升旗山。没错，因为它缆车有两种，一种是索道的，吊那个绳索，然后在上面晃来晃去的，一种是贴地飞行。索道会受那个天后的影响，对，有时候会下雪啊，风太大，那个就不会飞了，那个就不会不能启动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台贴地的缆车呢？它是没有玻璃窗户的，完全可以让你去感受一下你在这个森林里面的风光，对，森林浴啊，边坐缆车边坐森林浴。夏天来应该是凉爽，但冬天来可能有点冷哦。秋天这边都是两边会枫叶，秋天就会变好。秋天哦，如果来到摇滚区这样子，有没有像在山里面坐云霄飞车？有，这个又要主观，然后拨快格。今年暑假去策马特，马特洪峰，他们也是这样子玩的。但是你真的要到瑞士要花很多钱，所以我觉得日本多少钱哦？我们四个人去了十天，大概花了30万。真的啊，30万，真的。啊，真的，瑞士真的很贵。啊，如果没有办法去，就来这边有马温泉坐缆车，真的是，对，有那种绳索的，有这种贴地飞行的，其实是同样的。来，可立耶，可立耶，可立耶 ，start 哦，お願いします。We got love that we'll never need to hide. Whatever comes, we will be just fine. If I am yours and you are mine.很美的山啊，对，被很美的山环绕的一个村落，这边飙到大概700-800公尺，来这边哇，心旷神怡。闹着玩鸡推时间，喝康的倒小波，啊是有甚物好康啊？这个阶段那个喝康的倒小波被报哦，台湾旅客最爱的神卷之一啊。神卷哦，自由行的人都可以用到这一张。对，就这3面卷。啊，这样你在没有做功课啊？不好意思。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做，从来也没有过。大家，这张卷叫做《关西广域铁路周游卷》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也是安娜。只要拿这张卷呢，5天之内可以无限次的来搭乘所有这个范围内的 JR 列车。大家喜欢去京都啦、大阪、神户啊，有没有奈良？这些都可以去得到。甚至哦，我们还可以到最近最夯的冈山仓库这个地方哦，还有这个柯南的作者的他的故乡鸟取。都可以搭拿这张券可以搭得到，哇，你好棒哦！甚至呢无限次的搭乘山阳新干线自由行，比如说新大阪可以坐到这个冈山哦，或者是搭这个铁路，甚至呢你看我们机场出来可以搭哈鲁卡直接到市区，哦，券搞定呢。一般来讲会拿到纸本，现在呢已经改成 QR code 了。环保。在今年5月下旬所推出来的，看到没有 ？QR code 在这里，然后找到指定的窗口，什么窗口呢？窗口上面一定要显示5489，或者是有一个地球的 passport 的这个符号，就可以在那边领票。来，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哦，中文嘛，它可以用选中文。有预定的票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这个西日本的嘛，对不对？
哎，然后可以选择 QR code。哦，好，那扫描在这里，在这里对扫描。你看，接下来选择开始的日期，今天到哪一天啊？今天到9月10号。对，接下来拿出我的护照，给它对准。神奇的一刻要来了，读取完毕，要来了，正在发行车票，恭喜恭喜，看到没有？容易容易，哇塞，这个这是关西广域铁路周游券，哇，5天内免费无次数的搭，不是免费，就是无次数的搭乘，哇，太精彩了，非常的方便。车厢哎，好可爱哦，够水呢！看，跟我行李箱上面的 Kitty 一样哦，哎，可爱。啊，记得我们买的车票要坐自由席，不能坐指定席。啊，爱给爱给。我最棒是它这个放的行李箱空间都非常非常的大。哎，对。哎呦，五四三二。六坐几班？我跟你说好，对吧？你如果坐到什么鸟取那边哦，你把它算高铁票，高雄来回就3000哦。那像我这种这么穷的，有没有？如果说在预算上面真的很紧缩的话，没有住宿费的话，我直接就住在这上面。我跟你讲，你来哪里都不要我，哪里都不要我，就一直坐这个，一直坐，而且一直坐的话呢，还有 Hello Kitty 可以陪伴你。对，但你也不要想说一定会有 Hello Kitty 陪伴你，你要有 Hello Kitty 的列车，那也要碰运气才碰得到。像我们运气就好了，我就陪伴到了，就一直看风景，也是另外一种地方，带你去过风景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好不好？推荐给自由行的朋友。Won't stop, so gonna get on the ride, twisting and turning through life. No matter how rough it gets, I'll get by. 绕着玩，硬自路，嗨嗨嗨嗨啦！哇，你的手指头好硬哦，卫生纸都戳得破。嗯，没错，这是我们硬自入要自入的，就是关西广宇铁路周游券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呢，拿着票券呢，5天之内无限次数的搭乘。没错，可以到任何地方哎，新大阪啊，新神户啊，冈山啊，奈良啊。哎，而且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搭到 Kitty 的新干线哦。Kitty， 哎好硬啊，好硬啊，好硬啊，好硬啊！还没来。下来哦，哇，粉红色的，下来啊，下来啊，哇，好漂亮哦。Kitty 耶，是 Kitty， 你最喜欢的粉红色哎。Kitty 快点 ，Kitty 耶，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好厉害，要先看一下这个吗？这个好厉害哦，我们可以去这个吗？这个是什么啊？它的故事介绍，它的介绍，哇，这车厢好缤纷哦，太可爱了，然后来到卡通世界哦，哇，哎，好快哟。三个中年大叔在 Hello Kitty 车厢里面大呼小叫，我好像比较兴奋一点点啊，那什么都粉红色，但我也蛮兴奋的，对啊，好奇怪，会不会感染到？这等于是shopping 的车厢啊，可以买得到它的一些商品，限定的都是限定的，你看上面有娃娃，这是踏迹，踏迹的什么饼干哦？踏迹的，我打开看看。哇，那上面有 Hello Kitty 吗？哦，没有。哦，这个是踏机硬置入 Kitty 的车厢。哦，这台车有高军，对，就跟我们刚刚外表看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嗯，这好可爱。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玩的。就等于说他们坐火车、新干线也是在玩
它里面有一个它的乐园。听说每个包厢都有惊喜哦。哇！怀旧日本的概念，好可爱哦。包厢里面每一个角落都有小巧思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就连这个窗帘啊，每一个窗的窗帘都长得不太一样，嗯，都是 Hello Kitty 的一些造型装置，哦，非常可爱。所以以上就是闹着玩的影之路了，在这边我们呼吁各大的公司行号、各界的长腿叔叔替我们冠名赞助播出，好不好？保证价格都公道，童叟无欺，最重要的是诚可意。以上就是闹着玩影之路，好意好意好意。为这美丽的一刻干杯！太棒了，太美丽了。快啊，你肩膀晒有没老晒？你膀晒有没老？这都是直人，你知吗？来啊来啊，一来一边滑一边滑。美丽的一推，美丽的一推出现，哎，换我换我，美丽的一推，帮我进入这一刻。太感人了。一，哇塞，这个厉害！哎，送整只的。哎，那根是什么？神户塔。神户塔，就是神户塔耶。哎，我们这一间算是，哎，买房间送塔位。喂喂喂！Never know what could have been. I want another chance to prove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for you. How could you make me feel so good and then do those evil things you do now? I'm falling. I was all in. Now I'm running, running. 1500，日币七千五，要加2000块，可以赏这个夕阳的景，嗯，就是大海的景，然后在这边用餐，优雅的用餐，然后放慢你的脚步，就非常适合。叫的是一个抓了一个从忙里偷闲的时光，放松很不容易，而且赶快吃完了，吃完之后还有甜点，因为吃完真正的压轴，哎，上甲板准备看夜景，睡睡睡，老司机带，哎，一定要看夜景。好厉害、okay. 太满足了，嗯，太满足了，真不知道这样的行程，这样一趟要多少钱，嗯。